小时生活圈太方便啦，越嚟越多港人不想消费。你看每个星期一、三、五，带大家一起去找最特色的景点和美食啊。传说中排队到凌晨的三百杯，今日我都要嚟试下有几多经验。新鲜的食材看得到，好吃的生腌当然不可以错过啦。甜虾又新鲜又嫩，同鹅妈卡啡的水准有得挥。招牌又出名的宁波菜十八盏，果然没有令到我失望啊。紫菜烧鱿鱼味道层次好丰富，虾仁是 surprise。 个生蚝微微辣，好大份，每一个都有大有肥美。红烧猪大肠入味道跳埋舞添，墨鱼香肠个墨鱼味够浓啊。我 encore 咗两份嘅明太子西葫芦，juicy 到流埋汁水添，地主炒面热辣辣，配埋大大支嘅啤酒，真系太过分啦！食个黄酒 ice cream 收尾啦，好 special 嘅黄酒味。食完啦，埋单两个人唔到700蚊。马路边仲有好多好多嘅气球啊，真系好浪漫的城市。It's a special day。咁我哋下期星期三见啦。